玩家们，大家好！哇，得到的哦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呢，除了我们同时观看的人数在 FB 上面直播，那达到同时上线200人，是500人。嗨，我是小薇。我们今天早上呢，就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拍摄居妹新推出的手机游戏《创世破晓》。对，然后我在这一部影片。快中奖！可以选自己喜欢。杰哥还在吗？啊，他先离开是不是？好，我想说的这种画面呢，杰哥也是相当的，来请上台，杰哥也是相当的这个好看的画面之一，来，请。好，那因为今天呢，我们下来个大合照，是不是应该我们的主策划应该在中间，对不对？有人在旁边。好 ，OK。身高不一样，看起来会比较协调。不会，这样子 OK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今天有来个大合照，除了拍他们大合照之外，也要跟我们现场所有的玩家一起拍张大合照。先可以请大家起立吗？大家可以起立吗？那大家帮我起立好不好？然后起立之后，起立。媒体要拍好。对，我都会拍一下。来。
先到这边拜，先到这里，先到这里，好，来，好，一二，走。包太超你打了好看的包了，你是黄凯霞，所以你玩多久了？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所以你玩什么职业？精灵，精灵吗？是我今天的精灵路线。等级多少？吓吓他。一二九精灵。来，我来问一下另外一位。来，所以你是赖明婷对不对？你玩多久？三个多月。哦，看起来。啊，所以你玩什么职业？一样都是精灵。他一二九精灵多少？101。所以这是应该今天只玩3个月，所以可能跟他等级稍微差一点，但是实力应该没有比较差吧？有信心吗？有信心晋级吗？要不要跟他呛呛一下？不要。你们好 peace 哦，那你要不要呛呛一下？好，来，打了就知道是对了。两位，麻烦中间先请。我们呢，先礼后兵，两位先握手，然后我们马上就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比赛喽。好，来，两位请各就位置。对，这证明什么？念书不代表什么？念书。念不好也没关系，我游戏打第一名就好了，是不是？这告诉大家，我们玩游戏呢，也是我们的对吧？怎么讲？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对，提升自己智力的一种方式。对，真的。在玩这游戏的时候，还要考虑一下战术。真的，所以刚刚也是很谦虚，明明就已经战士129，直接说，运气也好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客气了？怎么这么客气了？好了，没关系，但是我们在那边还是要请杰哥帮我们来颁奖。这是我们的，就是亚军。冠亚军，对，亚军的话是我们的想想。来，恭喜，恭喜亚军。掌声一下，来点掌声给我们想想。来，冠军还是好好，这是我们的好好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哇，掌声加尖叫！耶，那请我们杰哥，我们两位一起看看照。那我可以站中间吗？我这当然，我们可以呈现一个凹字，有发现？没关系，要众星拱月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帮你拿一下麦克风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中间镜头，一二三，耶！来，再一张，3、2、1，耶！好。获得我们亚军冠军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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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建议去玩那个战士。其实我平常也喜欢近战类型的，所以我也蛮喜欢战士。你也喜欢？对，我喜欢。对啊，但是颜值要有，但是肌肉也不能少。没有错，没错。I love you。对，但是那不知道是杰哥你在玩就是或多或少，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？比如说就是玩到遇到一些那种很机车的玩家，或是干嘛什么之类，有没有有趣的经验？因为这样子讲的是我的 ID 叫杰哥，所以呢他们跟我说你是杰哥吗？我说我是啊，说你骗鬼。不相信，不相信，不相信，不要！我就跟他说，我真是
杰哥，他说你屁的，你怎么是杰哥？你是杰哥，我就刘德华哦之类的，你知道，就是我就想是你是啊，我就真的是啊。然后有时候还要去粉丝团自己澄清一下，你要是截图啊，不然就找人在拍照，然后你们聊天内容就要留下来。哈哈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大家看到如果说就是有 ID 叫做杰哥好棒棒，好、哦，这一定是我本人，因为我的 ID 都是用这一个。杰哥好棒棒，所以开放交友可以吗？或是杰哥太棒棒，我这个 ID 叫杰哥好棒棒。杰哥好棒棒，对对对，就大家可以加入我，赶快加一下，赶快加一下。对了，其实因为是玩游戏，就是一种交友的概念啦，只是有时候就是跟那个本人错身而过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太可惜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但是今天我们既然来到现场，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，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拍张合照？那当然可以呀、啊。我们就是因为呢，刚才那个就是你说线上的粉丝不知道你是真人，没关系，我们拍照纯正，有图有真相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在现场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 好, 好，那大家帮我把手机拿出来，好不好？手机帮我拿出这个画面，来，手机举高高，手机要贴起来，因为大家听懂台语吼。我台语不太行。好，真假？感谢大家呢，就是下午的天气这么好，还可以来这边跟我们一起玩游戏，好不好？来这边看我们的实况，甚至来这边比赛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，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持续的支持我们的创世破晓，好不好？好，要去支持我们杰哥哦，杰哥好棒棒，记得去加好友哦。我们真的是非常精彩哟！你看，一开始呢，有我们的粉丝有很多问题，对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比较严肃的部分，我们待会再处理。我们先帮大家抽点奖，好不好？让大家今天全部都排得满满的。好，好，来，有哪几位？我们来先念一下。来，恭喜我们的第54号，92斤都送。92斤在哪里？在不知道放上去。我把工作人员把我赶出去了，不会。然后你们这边被协同，一群人冲上去，要怎么样？等下拿彩排。我怕等下。差不多要清走，拜拜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大家身体健康，成长平安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我现在是几岁了？我现在是。
谢谢。谢谢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你看的很多了。非常我看到不是有嘟嘴啊？刚刚没有嘟嘴。这是谁？谁张？谁张？我刚刚没好客气，最后我丢给哦。最后是丢，耶！最后是丢，我被合照起来。客气最。他掐你，他掐你。他掐。对，他掐。他掐完也是半秒。我那么多。那就只能去靠车主了。